以为其母名金怡耳。又曰夫子所讲五行相的有何之理？即土树用五之木，实为中国文化根本，亦即探索造化之源，指明气树之用，为一切言树者之所本。盖二气虽分，未成形也，必在根位五行，而后化成万物。五行之成，在天有寒暑风燥湿之令，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候，在味有酸苦辛咸甘之变，在色有青赤白黑黄之分，皆以五为命，即五行也。